线可能就先被打残。是，哇，金边之眼砸了下去，其余的人往前冲了。不过娃娃的位置，其实神人有牵到了。不过其余人员的话都往娃娃的地方冲。不过娃娃笑起来，已经跟上掉两名上的其余人员，我已经往前冲进攻。刚刚守卫者已经开完了，只剩下龙马的女生。不过这个巨人再砸掉是女超人的屁股。没想到这一步是娃娃带起的破口。哇，他这边蹲在那个二塔前草，真的很关键啊！你敢那鬼嘞？真的很凶。对。